我一个天生大油皮，从小学就开始长痘痘，一路下来20年，我大言不惭告诉你，说最逗的在座各位都是弟弟。各位贵妃太太，你们好，今日敬请登上年底祛痘大赏。一，针对突然冒出来的红肿型大痘痘，博天妮祛痘膏和红霉素软膏都是直接摸到痘痘上的一夜消肿型。博天妮是绿色膏体状，一层奇妙的感觉，镇痛效果极佳，而且是纯草药质地。而红霉素便是当严重的不得了的时候，用它真的是急救 number one。药店里头几块钱一根，使用时直接后敷，但千万记住不要盯着用，毕竟我有一盘天天用，这硬是长了这么长一根毛。二，脸颊片状性痘痘，欧缇丽净痘平衡系列，那种经常冒明脸上痘痘的呀，一躺一两天就消，我消炎效果巨好，它是上脸直接会有那种清凉的镇静感，并且它家的主打精油喷雾非常控油，直接从源头控制了你的油脂分泌，就是让你不长痘，而且丝芙兰经常做折扣，我拍拍遇到就要买入手。三，病理性痘痘，就是用这支肤清，在我烂脸那段时间，就肉眼可见的一点一点皮肤就恢复了，敷上去以后增果的效果非常好。首先它是正经八百的药，拿出来面膜就是黄色的，而且有非常大的一股中药味，背后有非常详细的治疗范围，例如痤疮杆菌啊、重度痤疮和皮炎啊。但因为它是药，所以其实不能天天用，而且最好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让你去使用，你再去使用，不要皮肤皮大点事情，天天把自己的医学药往脸上抹。我是白六金油。